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簡易小廚神 Jenna。木瓜除了可以整木瓜雪耳糖水之外，今天就同大家整另一款滋润甜品——木瓜鮮奶凍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！好上碟就大功告成啦！我即刻试下味道如何先。一口木瓜鮮奶凍食起嚟好方便，而且味道有啲似木瓜鮮奶，咁简单就整到，大家都不妨试下啦。Yoo-hoo！